前额痛啊，前额痛，前额痛，我这个时候看到那个，毛啊背出来的时候，命都不大，但是呢，那个背出来的时候强度挺大，另外一个负荷也挺大，光线也挺亮啊，就是现在是用木质啊栽种啊，就相当于人员前面您彻底了啊。现在剩下少量的那个是用物质的啊，用物质的那些啊，要把他们物质运走的那些啊，主要是核物质这一类的，所以呢，那负荷重啊，负荷重哇，这个飞出去的这个，发出来光线也亮，因为动力需要动力大嘛，哇，外星人在监视着啊，在监视着啊，好，你这膜还在继续在，飞离地球。现在是印着他们的物质啊，你进行收尾工作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